瑞典的首都前一阵仔发生小高燃境的事件，致使伊拉克甲瑞典的关系变更较歹。伊拉克即阵都甲瑞典的大使赶出境。为了要控制伫咧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小高燃境的计划，伊拉克立即呼召瑞典的大使，并且准备驻瑞典的临时代办。伊拉克国家通讯社也报道，伊拉克已经暂停瑞典爱立信伫伊拉克的工作许可证。几落百位示威民众一举啊爬过墙围啊，并且放火烧。伫巴格达的瑞典大使馆已经关闭，也无讲当时的重新开放。瑞典外交部讲，这件代志完全无法度接受，政府强烈谴责这挂攻击，正甲伊拉克接触表达失望。在发生放火了，伊拉克总理苏达尼随召集安全甲外交官员开会，将会起诉放火的人，并且甲涉及的安全人员移送调查。巴格达也警告瑞典，那个人烧高燃境，将会断绝两国的邦交。烧高燃境事件引起部分穆斯林世界强烈的反弹，伊朗外交部召见瑞典驻德黑兰大使，强烈抗议涉及神圣的高燃境。土耳其讲，斯德哥尔摩事件是正卑鄙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呼吁阿拉伯甲伊斯兰国家也扩张瑞典大使，加驻瑞典大使撤回。自美军推翻海山政权了，伫伊拉克北起来是个派遣使萨德也站出来讲。这件代志是因为瑞典的警察伫咧六月二八批准一位伊拉克难民烧高燃境了，二十搁再因为同款的理由，也就是言论自由保护的规定，搁核准伫咧伊拉克大使馆外口举行同款活动的申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